这个视野感觉比较小。哎，啊，好，台北港啊，台北港，你要去台北港啊？不是嘉南港啊？拢会啊，拢会哦。拢会。你即马一工，哦，恁改成有诶是做？阮是，因阮公司是做一工休一工为主啊。还好诶。我是拢做两工休两工。做两工休两工。连续做两工，我敢来过，来福州、三沙拢。我知影恁家己超好的 ，OK 啊哦。超好，后边无爱两，家己超啦，看你是要做两工、做三工的拢会使。不要出状况就好。哦，高头的，有够高的啊。不过感觉上跟刚刚的。跟刚刚的 Scania 做起来，我反而会比较喜欢 Scania 的内装跟它的那个车窗玻璃的外观的感觉。哦，这个做起来反而宾士的做起来反而不知道，觉得里面空间没有很大，然后舒适感也没那么好。视野来看是 Scania 的视野比较好，坐起来感觉上也比较舒适。哦，他要出发去台北港，台北港，我拉这个长龙20尺的
货柜泰永的，哦，现在有一个行，另外一个行叫泰伟。出发去南北港，转运人生。哦，这个天气太热，哦，太热受不了。哦，突然就觉得达富好小只，超小只的。这个司机会不会太可爱？还有棉被，还有小狗。哦，检查一下我们的槽车轮胎。哦，外观看一下。我们准备也来去出发台中。经纬的波滤器，台湾自滤。经济的拉的是什么？金氧化钠1824腐蚀性物质。来的都是油罐车，福州的也是管桃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异氯毒性气体，氧化性物质，腐蚀性物质。哦，重车，哦，上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工作台。现在你看看到的都是几乎满满满，没有位置的。哦 ，OK， 哦，好热啊！好，差不多了，咱们出发，继续北漂去。哦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